小鸡腿，小鸡腿这一包300块，没关系，路过就路过，有空再来就好。苏南吃小腿，未卡紧嘞。哎呀，安怎？东北出来回来看。来来来，哦，可以吗？加瓜饼干好不好？啊，再来来，大包的苏南吃小腿，再加加热就好了，这已经熟了哦。苏南吃小腿来，150克，蓝波给掉吧。真的好吃，下次你要买这一包，我也没有了。来，苏仁吃小腿弄完哈，来150，来大哥要一包来，赶快。来喝阿卡拉鸡腿，再一手，我弄来吃这个三拼喝，我秒秀。一包490块，一袋你去数数要加一袋49块，但是这个会辣哦，但是它辣的很香，很好吃。一包免洗啊，到洗啊，被卡拉劲辣鸡腿堡被加开438块，来200块。200块来，卡拉劲辣鸡腿堡超好吃的，虽然会辣，可是超香的。来，200块来，卡拉劲辣鸡腿堡，够人无买着，都大袋，一个10袋，200块。来，200块，卡拉鸡腿堡，够人无买着。来，200块来，卡拉鸡腿堡。来，200块都拿到了没有？卡拉鸡腿堡，都买了哈，另外先来啊，来，大哥来。我真正手丢金的，做甚物啊？我出得到啦！来200卡，你敢讲你手丢金，你靠啥无做咧？包啊！哎，落来，来过来，来200块，最后一包啦！卡拉鸡腿堡，谢谢收看。阿哥要爱啥来？可以啊，好来。就只啊，较侪物件来卖好嘛？有啊。可以啊。你说问我，我无伫后边，我也知影啥物件遮侪。来，要吃鲑鱼，哎，鲑鱼快卖完了，鲑鱼快卖完了，好，不要不米羹哦。羊肉老卵，羊肉老卵。来，要吃鲑鱼的动作快啊，快卖完了，真的快卖完了。来，一人一份卤水吧。来，要吃阮家鲑鱼，卖买1000，卖开800，来500块完了，鲑鱼500块，3500，你就买袂着啊。六个人加买着啊，6个而已。哎，你同学，来500块来，这个请你，来500块来鲑鱼5片哦，来500块，有谁要鲑鱼的？你同学要3分呐、啊，同学我我想好你得了好不好？阿龙啊，算好你，阿你等一下你弄，弄完了好不好？阿你较保温，你靠我，哎、欸，阿无别人爱加收500块，你唔免。收1000。哎、欸，你收1000。哎，好来，龙海来电啊，同学。来喝，阿哥要吃什么？鲑鱼，然后彼得，不用炸哈。阿龟我较久的啊，好啊。抓饼，来要吃抓饼，免300，200块完。葱抓饼1包1400多，超好吃的，200块。一包卖你，一包不请你，好吃恁了。暗时啊拍群，对咱正面话好用的，来200块。来，有啊，我家己拢有在付的。来200块，200免400，来200了，200块。这样要吃看卖无？做好吃，真解了，200块，小家庭的呐。这样一包满200啊，100块来了，100块啦，进来啦，来啦，100块来，要吃的葱抓饼的100块，2块，100块拢准备了哦，100块，哎、欸，我爸来，好，谢谢，你明天我礼包，我来，葱抓饼100块拢准备了哦，抓饼100块都买到了，来，虾子来了，来，要吃海北红都拉丝1公斤的哦。超过1公斤1030的虾子哦，其实我咧卖这个价钱，每个人都定是了钱咧卖恁啊。超过1公斤，刚卖300，刚卖280、250，这样要1克、5克啊，出代理来200块。200块。来，要吃虾来，一盒200块，200块，够收啦。交一下吧，有没有？啊，没人饮酒，我外行啊，我伫遐等恁呢。来，啥物吃薯条200。2包一斤，3包200，这老板拢卖完了。我只得1包啦，我抓得好一只。来200了，包我要吃，然后你我给你。来200，3包薯条200，你是来录音呐？我也想要买多一点。一盒。大伙来，100块来，薯条3个人给你，给你。多买一点，下次没有薯条了。来100块，最后2位薯条，脆薯，来100块，抓这边。100块，真真正正，七三五一番钱下，小朋友吃较欢喜，甲最后一个起价100块，100块，最后一个人去博。来，诶，迄饼甲起来卖卖，迄落先要放毛啊。歹势歹势，包好你家拢无看到啦，是咧，歹势都系。啊，你有看到你无？来，我要鳕鱼哦。鳕鱼客户，你是咧？没有了吗？
来，谢威放来。来，那就下班了。好哦，走。来，虾仁来。虾仁要吃较紧的哈。你海蟹鱼哦，海蟹啊，要白哦。刘玄章在哪里？基本上哦，白姐阿婆好啊，咧，白水了解清楚。高雄市决定区大八路88号，一包就60块了。中南干贝啦，鱼海不晓得白蟹鱼啦。那有要吃啊？一包60块，200包有人要吃无？来，200块黑鱼全部啊！金光吧，我们还有吗？来，500号你200了，没有了，金光吧没完了。来，200块。那我们明天还有，明天可以过来。来，黑鱼就一个人给吃，来200块来，500包你等于差分差明。对，在高雄。这是海，这不是鲜的，这是青。来，200块来，这你买买，有哪无？有哪无所在通好买？来，200块先招一个买来。200块。啊，虾仁200块，没有人拿钱了。来一包给我哩，来200，600给你，一包60只3粒给你200，不要吃。来钱个要紧嘞，这虾仁我来讲，干那八工200都八无6包啦，给你吃。卖讲虾仁，你买买，6包200一工都不够啦。礼拜六下午直播啊，都有直播啊，都有直播啊。只是昨天我个人一包200都收800，这一路见85，来一包了。100块来，哎，买100。拿钱，一包存无20块，你家己一百好无？来100块来，够喝够烧，你有包哦。来，好呀。我今日我面烧火长个拢白，叫炒的叫炒饭、炒面、煮火锅、煮海鲜粥都可以。但是一个重点，不要煮太久，因为这么大尾，一下就熄啊。来，100块来，100块。跟汤老板还有吗？都有上没卖掉，黑鱼。有。拢卖掉呀。来，谢谢。平日有卖吗？博文没有，只有六日下午。来，赶快。这边只有六日下午有卖。你给我忘成了啊？昨天下午没有看到直播，是因为我个人身体不舒服。葱油饼。然后我昨天一大早就出门了，所以我要支援也来不及。来，我忘成。因为我昨天忘成了，昨天早上9点就出门。来，好了，来，不好意思，大哥来，谢谢你来皮药啊。来个怎样？来，阿哥要吃哪？干贝哦，干贝要1000好不好？干贝有人要煎包，原干贝用煎的，用烤的，气炸锅中坑马好吃。一包安尼300克，半斤装，卖你500伤贵，卖你四啊五分钱，卖你400，来300克了，300块来。原干贝用煎的，用烤的，这客都少哩，赶快300克，来两个人给买了。原干贝300块来，300克哎。去打巴掌，这顶礼拜做一人买这等于为啥？买八巴掌。好啊，掌嘞。你七七四九甲八巴掌都好食，来300。平常时啊，用这用行的都来300好干。无人会遐金钱哦，金手来。来一个，来这边。两客300，不是一客啊呢，老师傅。两客是一斤重啊呢。来800，卖400，来300，300块，最后一个客人应该买，都买到了。来，谢谢鲑鱼葱抓饼。来200。抓饼够哦，抓饼一包，其他我200，来100块了。你来要吃抓饼了，100块来，2包，好要2包，好一包100而已，快点，抓饼100块来。有啊，无买到动作快啊，来100块来。鳕鱼卖完了呢，准下八两，算你的下八两。来100块，葱抓饼100，拢无买到未？100块来，你若平大客过，你就退较紧了，就免甲遮远，我拢等你客。好来，鲑鱼啊，准备收啊！鲑鱼也是最后一箱了，5个客人。谁要鲑鱼？我让给你，没完就得了，没1800来500块。没有啊，因为没有了。5个而已哦，鲑鱼只有5位客人哦，赶快拿钱来，500块。来500块。我让给买六条水吧，超漂亮的鲑鱼。来3、4、5，买不完，来7、9，来500块，来鲑鱼500块，来最后4位鲑鱼500块。各人还未买到，较紧哦。来4点有够俗啊！来500块买袂得啊，4点够 get。来5片给你，来鲑鱼500块，怎么了？是要客商还是？来鲑鱼500块拢来啊！好，谢谢。来，剩下这2箱。来，快啊！还在想什么？有考虑我卖完就没有。对啊。来，最后一位客人，鲑鱼500块，4片500，5片给你，超漂亮的鲑鱼500块，拢准备了啊！来，我跟大姐要来。再给我。来，最后一位了，真的。10外箱，卖到剩最后一个人客啊，无鲑鱼啊，为什么袂要紧？因为咱卖俗。哎，五百。后下500块的鲑鱼。来，最后一位，个阿袂买着，动作快，500块无啊。来，500块拢话哦，你但系无买着，该找李同学，拢李同学买。来好啊，今要吃三百一道哦，来500咯，我先阿爸话，来一件鱼啊，
来两片五百，有要吃的我卖袂你五百啊，大家拢会想买。小卷哦，小卷有点。来开四百，三百，来两百好了。牛肉卤两百块来，不是一锅两百呢，这一锅再给你，来两百好了，五百了，这给你三个人给你，来两百好了。来最后一个了，是啊。好，拜拜。小卷，再见。好了好了，拜拜拜拜。来五百了，最后一件鱼啊我。来七百块来，今天存几片俩？来牛肉卤，来赶快，没有啦。来大肠包香，来大肠没有包香肠，大肠切的，一条大肠两条 M 肠，超级好吃。我已经吃五六包了，不去加热就好吃了。好好吃不？真正好吃，这不是一般 M 肠的，我感觉这 M 肠够好吃。李同学够买着，袂歹吃对不对？咱讲正经话啦。来，我准一组得二，一包准一组买八十块，但是咱官网家己买二九一包，两包二五八，有要吃两百块，你去吃。来两百块，来什么煮？不要煮了，这是塔香酱烧，塔香酱烧的大肠小肠，老要吃两百块，回去用气炸锅，没有气炸锅用一点油，把它煎热就好了。来两百块，这样买两包，等于煎等于汤，多好吃。爸，我来七百块来啦，我计价啦，来啦，哇，这里酱烧双肠来一百块，我买到了。鳗鱼油，买五个，我买掉一块。来，谢谢。又是牛鳗鱼。来啦，热烧够两点啊。热火一包五百啊，一包五百。哎，小姐，多少？多少钱？做生意呢？屁啊！不要我变造啊！来七百，五百，二咖喱，五百，四百，三百了。来七百块来，买几包进来？来大热锅一百块来。要几包？赶快拿钱！赶快拿钱去！不要比，不要比！拜拜拜拜拜！带着跟换柳一啊！已经再见，别废拜啊！来，给热狗几百块，个人没买的，大热狗一百块，都拿到了吗？大哥要，大哥你要去点评啊！没事，我唔使你寡姐啊！哎呦，他嘿嘿，你提前啊，见木怪爷开始做板栗了。来，给热狗几百块，拢有啊！哈，大热狗真的好吃呢，这个大热狗。来八七来购物吗？来包鱼，每个八四八来三百块完。这包鱼切皮切了啊，熟的啊，多好吃。两包两百那个，四包三百块。来招一个人，特别吃包鱼无？人拢起价，我变好想，一人买四包等于。这免切啦，这熟啊，特别就是一般恁盘的包鱼面，要吃旁边来两百块完。两百块来包鱼，买两包了，今天不用三百了，两百块。哎，谁要吃包鱼的？都有了哈。要求我包一张 ticket， 我给你换两百。白仓我记得就是啦，包一个全部啊，对，加你。小白仓吗？还要换三百啊？小白仓。来，八七单，五百四百两百。应该有大白仓就没有，这阵子来两百块来吧，一样台很好，生多好好。来四百、六百、八百、十百，让你两百后面无十百啊。来加技能三十五那钱，加八加够三米。来两百块九折买都八一样，来两百块，谁要吃八一样，动作快，金钱啊，送阿伟的，来两百块都。来两百块来，五百块你，六百块你，七百、八百、九百来，十百块你，来两百块来，进来，来两百块来，这八分个啥？来两百块银子，他进来卖卖完了啦，要。这人啊，钱摕出来就人个啊，你卖袂掉，我唔唔知呢，所以摕钱啊，进来一个，来两百块来，最后一个了，八一样两百块来。对啊，姐啊，这边还一个，这边还在一个，两百块，这边还在一个，没有八一样了，各位，卖完了没啊？来两百块来，哎呀，陈汉来打工的呢吼。来最后一位两百块，没有了，真的没有了。哎，把钱给吹起，快走，够了。我在哪一桌？来跪一下，八杯五百块。手机不行啊。好，上杯冷水呢，哎呀，麻烦我帮你有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可以，当然可以。但是结束前要来八杯五百来，不睡吧？扛进去，水当当的下巴，这样一包两百五，两包一公斤，五百块，来边进来开五百，所以下巴全家了哦，下不了哦。那我卖卖，你搁照传，啊，叫你卖啊，我讲，来五百块就掏钱了，给讲过一下巴，用煎的，用烤的，煮味噌汤超美味。人家小卷，你包个小卷哟，我后来来五百块得，贵下八五百，两包五百，去送你一包五百，两只，好啊，进两三十五，六个人给你，你买会叫福气，无买就卖收气。1500公克的贵下八，第五百片，四啊五四百片，来三百，300块来，这样汤一碗，对汤对蒸，煮米熟多，来三百块来，有几个人给吃，贵下八，
这一包就200多块了，我300块不是两包的，是三包给你，最后5个客人跪下吧，真的好吃。来，沙巴好，个人要吃沙巴无？无啊呢，胃没完，沙巴嘛春节了呢。来，沙巴好拢要来啊，谢谢。但你要吃沙巴就用抢的，我不走。来，最后两位了，跪下吧。你去买葱阿伟，那要客两个，你去葱阿伟呢？你要饮两个凉，俺家里有诶啦，莫要歹款啦，有啦。来啦，我吃全拢我啦。下到有人要水饺，我剩2包。要吃水饺呀，就一包500了。对啊，留没有问题，但是就是要结束前。包火包靠。不要压线的，不要说啊。再包高丽菜，下班的拿100块来，你才要。几包，中国结。那个我就不会点了。那个我就会。100块，最后一包。结束前赶快掏掉，我掏收掉。100块来，来花枝手卷还有多少？没有了，剩一些了。剩下这里哦。来，零钱准备好。啊，你也来，三个给包出来，给你。他们管什么管？外公，这边是高雄，外面卖，有人在炸。大发路88号，新达港观光旅。一个人5条、6条、7条、8条。Google 上面搜寻 ，Google 地图上面搜寻，新达港王中龙就找到了。50块来，进两三，好不啦？2个，你2个。4个客人，一个加60条的，好不？小姐，算过来，好不？你从外面烫啥？烫毛什么？两条上面，上面加工。这也是的啊，我搁买落，我一个剩两条。他今年来啦，来，我要吃这个鸡肉咖喱的，来2克，318，南北1克159。来，我要吃，这个不用冰，这是常温的，就很方便，这个好吃，方便。我吃哦，这个好吃，吃对吧？这个好吃，吃袂饱，我袂你上天就来扒。而且它是大容量的，免300、250、200块，真的好吃哦，来100块。一家三口。我每天秀的鲜贝哦，来鸡肉咖喱，非常刚刚好。来几百块的，100块，真的有鸡肉，真的有咖喱。来一盒2人份，来几百块来，几百啊，鸡肉咖喱，而且不会辣哦，不会辣，不会辣，厉害，不辣，快手啦，靠腰拿回来。来阿哥要吃啥位？来加麻油鱼，免500，免400，来300块我。加麻油鱼300块，有人要吃加麻油鱼？有啊，春节了。来300块了，来加麻油鱼，够辛劳富力的。来加麻油鱼300，上面加加麻油鱼2个客人而已，没有了。它不会辣，超好吃，下酒下饭的好东西。来，这家都给你五只，300块，2个人给你，拢卖完了，全部卖完了。李同学要几位？来，最后一位300块了，加麻油鱼。2位客人而已，最后一个人给300块，哎呀，你是要金钱啊？金钱啊，快给你。二阿姐，你可以来300块，最后一位来，站队要来。好，要客户海瓜比较凶。哎，老师好，来300，客户三百块的来加麻油鱼，真的好吃哦。来300块，要吃干面皮哦，好，我选的。来5只，赶快6只，解冻切一切，就是一盘冷冻的加麻油鱼了。来300块拢要来啊！有这盘了哦，但我要吃，他跟我讲嘿。小姐，两位小姐，别大来，你要什么？两位小姐，哎呀，好，啊，小哥阿舅，小哥带了高富啊，拍摄，来，小哥，免1800，500块来，2个人买买咯。Hello， 全民，来，小哥500块来，2个买咯。有够好吃啊，小哥，来，这边过来，这边过来，这边过来，500块，最后一个人去，来500块，最后一位咯，来500块来，1000块，拢掠着啊，来，小哥500，最后一位，小哥你买袂完，去，谢谢。来北段已经可唔免500，唔免400，300块来有水无？大地无？来300块先招一个人去接，要收得北段啊大地，安尼我解。来3地、4地、5地来，5地400块呀！来6地哦，你500变400，来300呢？招一个北段已经可来300块，今日春节了无啊？我今日北段真正水呢，要收只大地，要招一个人去买无？来300块来，北段买500变来300。无人要金钱我啊，要收啊300块，够少来这个个，来300块，来这个个请你，来300都肥大，阿个可乐来这个个欠，不用500了，来一人100，来300块来肥大300块，招一个订单我继续上，来300都，下段系中高个人要准备行的无，来300块来排价，300块阿姐你卖晓，我来讲来，春节尔，无啊。
这盘我嘛卖，这盘搁送你，来三百块。哦，真正发大条，真是啊！啊，大好啦，来啦，四个客人而已，来300块来。最后三位了，北段已经空，没有了，最后一位了。来，大哥别喝那个，第三个丢掉。我完全没有了。你收偌济啊？收了没？我一包给我。我一包伊啦，咧讨小费啊。我买小费。啊，鱼两三要吃鱼两个500块，那个下次稍等一下，马上喊啊。这钱这色的啦，好呀，你问一下，我不会色的。还要再次。对，蒸啊蒸这个哦，把切片温沙拉多加，来买500了。好啊，那一下我。诶，鱼两拢无啊？没有。拢不爱啊？没有。来500块就切片无？炸鱼卵500块，高兴，直接过来。买500，买400，来300块的，炸鱼卵300块来。来，你们两个买就好了。来300块，要收够粗的那个款，这收粗一样。来300块，最好钱来，来收最好了。这是爽的，你煎一下哦，一定要煎哦，别让它那个焦。对啊，对。哎，你要烤鸡腿，这边有这么好的东西？真的？对，给它背光。因为我这边有3-4罐，已经塞满了。不要看，那几点呀？你要干什么？好，来，哎，别讲板烤鸡腿，白来200块。我接下来正塞啊。塞啊，走走停停塞。有没有要吃板烤鸡腿排？这个没有骨头的，我不讨厌。你家这是蟹的，它是爽的，回去你加热超好吃的。一斤卖或者45块，2斤到3斤200，4斤200，5斤200你来。板烤鸡腿排6斤，7斤8斤哦，来9斤10斤这么不难，来200块就这边来板烤鸡腿排。再送再送，我10斤200都要送哦，阿要送哦，你送，但是要给钱。200块就前面了，气炸锅煎一下就可以了。来，200块来。然后想说，哎，好啊，好啊，来这边的。这上一大碗拎蒸奶，板烤鸡腿排，200块。来，最后两位了哦，板烤鸡腿排，叫做胖的，别嫌啦。来6斤，来8斤，来9斤哦。来，这两只再请你，来，小姐还一份哦。来，200块板烤鸡腿排，最后一位了。板烤鸡腿排，对啊，是吧？我们没有 ACC， 来高级，来仔级，来200块来，200块来。有啊，问题是我们板烤鸡腿排，上毛面条来，长官长脸皮哦，来200块来，200块来，不要老多面了，板烤鸡腿排。这个道理还是可以的。来，各位老板叫，你做汤，你给个皮了，咱是不是烤皮啊？来6斤，晚点买比较好。来8斤，买这不好。来10斤哦，你来200，来个上面2斤，来200块。别讲买块，板烤鸡腿排拢哇，阿你遐也使喎。这个比较像。这个对啊，下次可以卖了。来哎，这个花枝锁紧，给我让给我。全家都来了。好，我们好，谢谢，拜拜。花枝锁卷谁买的？花枝锁卷这边两位，这边两位，来，谢谢。来要吃海贝的吼，等吃久啊，六个人去，真正足鲜的。十摆来一定爱买我的虾啊，对不对？这样开300片了，来200块完，200块这一盘卖6个，卖5个就好了，这一盘卖4个就好了。来，赶快来，要吃虾的200块完了，2000，不要这个。来200块海贝的200，来几个客人要吃？来虾子200块。两份吗？真的内行人，来海贝的200，大你嘛要2份就好，来4包完了。